想要签订 Sunoco Energy 电力配套，只需五分钟，准备好就开始吧。首先，访问我们的网站，选择合意的电力配套。别忘了输入您朋友的推荐码及促销码，以享有账单回扣和促销赠品。想进一步了解促销详情，点击 View Available Promotions， 接下来选择 Proceed to Checkout。 如果您没有适用的推荐码及促销码，可跳过这一步，直接前往结算。现在，请您填写个人信息，以创建您的 Sunoco Energy 账户，接着输入您的 SP 账号或 MSSL 号码。哎，那是什么？如果您现有的电力供应商是 Singapore Power， 可在 SP 账单右上角找到您的 SP 账号。倘若您目前是向私人电力零售商购电，可查看账单上以93开头的十位数 MSSL 号码。好了，现在选择您的电表类型。如果您是通过 SP 电表读取您的家庭用电量，表示您使用的是 SRLP 电表。如果您是自行追踪用电量，并支付了40元的电表安装费，那您所使用的是 AMI 电表。若你还存有疑虑，请点选 Unsure。 接下来选择您的合约起始日期。如果您目前的电力供应商是 SP， 您最早可选择的合约起始日期将是申请或批后的第六个工作日后。如果您目前的电力供应商是另一家电力零售商，您的合约起始日期必须选在现有合约结束日期之后。最后，准备好最近一期的电费账单，立即上传给我们。至于刚迁入新居的屋主，可上传您的 SP 开户信完成注册。就这样，五分钟轻轻松松完成手续，还等什么？即刻行动！ Live smart, save smart with Sunoco Energy today.